47岁嘅陈晓东系香港乐坛嘅元祖级男神。近年佢主力喺内地发展，早前佢同老婆同埋两个女女翻咗香港过农历新年，近日又同好友聚会。陈晓东喺公关郑少康牵线下，同七师傅、五富桥、富家千金老婆梁少莹同埋黎诺尔去到中环法国餐厅食饭。在相度见到陈晓东状态好好，容光焕发，以往他多次被指面容僵硬，自拍经变蛇精样，但今次的近照可以说是重回颜值巅峰啊。